简单玩游戏，游戏简单玩。今天要来介绍明日中唯一一把成长的霰弹枪——雷托霰弹枪。以18中来说，红点的最高伤害是111，而雷托可以来到傲人的118，直接吊打红点7点伤害了。就算是白板雷托，也完全不输给典藏红点哦。所以，就算是穷到只能吃泡面的我，也在活动期间抽了一把哦，因为真的很好抽，基本一单内一把。如果超过一单没抽到，建议你去做一下血统认证。非洲的部落欢迎你。认真完，我们再来讨论雷托的伤害。首先，以18装同样专研来说，白板雷托伤害118，火力 2.0， 实际伤害来到惊人的1416。典藏红点伤害114，火力 2.0， 实际伤害来到突破天际的1596，伤害相差180，大约11%。所以以18装来说，白板雷托小输典藏红点十级的专研。而典藏雷托伤害1694，小赢红点6%伤害。整体来说，雷托买不买？买，一把5万以下还不买爆它，而且白板就够了，买典藏的伤害真的没有差很多。简单来说，使用雷托会得到最高的 CP 值。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啊，白板雷托，我这个也不要，这个就好了，这个就好了，这个就好了。好，准备哦 ，Let's go！狗，抽起来！有点烂的、欸。等一下，我们换高一点地方抽。各位，雷托，就是现在！雷托，出！3、2、1，肉喽！肉你妹啊！才一个，再抽两刃啊，出金条1万，可以啊。雷托，不行啊，各位，我们准备换歌，要我抢。啦啦啦耶耶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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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干啦啦啦啦啦来吧干等一下这边风水不太好啊欸66抽啦66抽还够干杯哦雷托新年快乐这个抽到千万不要硬来啊，那个硬来会出事。怎么跟大家讲个 bug， 这是 bug， 正常发挥啊，哪里正常发挥？不正常啊！我们换个风水好地点好不好？坐北朝南啊，这个一抽就中，一抽就中，来哦，准备哦，雷托，单抽。欸，谁跟我说很好抽的啊？雷托！不对，这个现在就要苦怪过来，用我买球，在哪摆位哦？霸魂机被加都买球了，我在电脑抽啦，我怎么掉那个啦？怎样的抽啦？然后厕所抽啦？我没有念猫好不好？我们换猫抽，不要怕，宝贝。宝贝，你有看到吗？宝贝，你有没有看起来？可以尊重一下。哎呦，看到吗？雷托，嘿，雷托，就这个就好了，这个就好了。我们的小猫掌，来，啊哒，一波金条，再来，温达，厕所抽是吧？温达本兽盖格金嘞，温达本兽，要先喂猫吗？温达本兽，加我。最强！要先喂是不是？来，我们家的肉泥，去洗手吗？我的手很干净，好不好？来，啊，肉泥呢？香的了，我考虑换主人，有吃了哦，要雷托哦，宝宝要雷托哦，然后雷有雷托再给你抽，有雷托再给你吃，抽。抽怎么样？抽抽
鼻抽，快鼻抽流，鼻子抽，我们尾抽流，快点，我命，尾巴借我，尾巴借我，我们尾抽流，尾巴点下去，啊，不对呀、啊，不是要头啦，不是要头啦，我怎么是头？啊，我怎么是头啊？毛病抽错了啦！刚才我从尾巴抽到头啦，等一下大家会头抽会抽。会出身体咯，鼻子，雷托，有没有？已经快没了啦，抽我抽一下，本事抽了啦，本事等一下，不行，我先忍一下，我靠，这个有点衰啊，我们来晒个太阳看看，对了，准备啊，还有哪里可以抽宝屁？不要再睡了啦，起来，我们右手不行，我换左手来。宝宝请准备喽，按下去，有没有雷托？我脚臭，我咬你那么久，到为什么我也要哭了啦？怎么要哭了？我才想哭吧。拍，我自己抽啦，有没有？你没有更分了。啊！你没有分寸了，都不帮我抽东西，还要我自己抽？不用啦，抽到了。祝福！哎呀，各位，我们好了，辛苦了，跟你吃了。我今天是连虫一起拜上来的、欸，好不好？先吃一些吃的家伙。那，跟观众打招呼。零星一八，所以五星是一二三。靠！来，我必来，我们 Michael 拳给他 Michael 下去好不好？来哦 ，Michael 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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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准备喽 ，Michael 拳，有没有？啊，我看看有没有感染，没有。来，差点，加油，来，我们鼻抽流，快点，我必来。他很无奈吗？真的假的？他很无奈啊。你从眼神里看到他的无奈的吗？我先把火先敲好。来，我变请你吃一口，我变牛，他的脸完全埋下去了。我看他的脸，我可以看他的脸，完全埋住了。来，鼻子借我，鼻子抽喽，我变鼻子抽，鼻子抽。有没有？我搞出尾伤了！鼻子抽会出尾伤啊？这没有用啊，不是尾伤顶功啊！赤点监制哦，只加他身上的肉吗？也是可以的。好了，宝贝，我们掉出宝的，周围坡喽，要跟你喽！我抽流。哈哈哈哈 DSR 点藏欸，好强哦，我他妈好强哦，直接出 DSR 点藏欸，你可以，不错，1200好不好，1200，来，我们团夜才用掉300度而已，还蛮可以的，来，我们坐一起，坐，还要再睡觉啊，好了，给你吃一口，来，我屁了，来，进，有没有闻到？有没有闻到肉泥的味道？来，给你吃一口。好吃，对不对？好吃哦。好吃哦，来，我们最后一起好不好？还有十起。我骗你可以的，来哦，来哦。你要不要鼻子来抽一下？鼻子。哎，没按到。再次。鼻子出了顶功金字，我不行了，再给我留就好了。好厉害的鼻子哦，顶功金字呢？不行了啦，不行了。